好完美嘅 open ending 啊，有好多俾人思考嘅空间，有好多拎奖嘅 potential， 一句前往高山作为成个故仔嘅 ending， 我中意啊，就咁样啦，收工。你心里面有好多想法未写出嚟噃，你点知我谂乜噶？我知道你有好多嘢要惊，有好多嘢要避忌，但呢个故事未完，个故事有信念。这个故事一定要写下去。仙子，我嚟到啦！我求下你啊，你将我变成美人鱼啊！唔得咧，咁顺理成章，咁成个古仔又冇咗个教训喺度咯。唔系啊，有教训喺度噶，我好辛苦先至嚟到呢度揾你噶。但系咁样完个古仔，有啲难睇咧。点会难睇啊？一个人实现到一世人的梦想，好励志，好好看的。得，你给我停一停，想一想先。咁样写，似乎都唔系好够说服力。咁究竟要点样，你先肯将我变成人鱼啊？你系因为唔想再俾人掟嘢，所以想做人鱼？唔系啊，我想变做人鱼系因为我自己，唔关其他人事噶。但是做物主要将你做人，为什么你硬要做人鱼呢？他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就要我们找回真正的自己吗？所以我很希望你可以令我变回真正的自己。A form of play or sports with rul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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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mes. Speed. 喂，大佬，点 game 啊？根本就冇可能符合晒规矩玩游戏。唔通就而家我要破坏晒规矩帮佢？咁点帮先唔踩界啊 ？Rules. Game. Game. Rules. Game. You. 你咪咁啊死人字，你根本就系麻烦规矩嘅来源嚟嘅。当其他小朋友觉得爹爹小朋友发明的弹地抛波游戏不好玩，其他人都在笑爹爹小朋友的时候，爹爹小朋友突然间讲了一句话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将人联系的游戏。这本是我第一本写的书，我很小就发觉自己有严重意识不平衡，每次一抬高头行就好易晕，跟住跌，所以好多运动都玩唔到，跟住开始写书咯。本书对我好紧要噶。系啊系啊，
本书我都好中意噶，个结局咧真系好好睇啊！从此之后，公园入边就再冇因为要追抛得好高嘅波而跌伤嘅小朋友。公园入边多咗好多兽仔喺度玩，而嗰位小朋友身边亦都多咗好多朋友仔。但系我唔明，点解你唔索性使个仙子变咗跌跌小朋友个病啊？你唔肯将我变成人鱼，你想我好似跌跌小朋友咁，改变大家心目中嘅谂法？系啦，改变晒成件事嘅定义，将呢样嘢由定输人嘅游戏改为变成联系人嘅工具。咁你，咁我就改变魔术岛嘅规矩。人同动物都可以结到婚。咁你第一步谂住点啊？第一步，我唔识得点样改变佢哋噶。你系白仙子嚟噶嘛？你改变佢哋咪得咯？因为我唔识法术咯，而且好多时我哋唔可以靠埋啲神神怪怪嘅嘢嘅。你唔知几时喺度噶嘛？唔得噶，我咁样落翻山之后，佢哋见到我有脚，又搵嘢掟我噶啦。嗱，我问你，你咩时候觉得自己系美人鱼啊？我几时都觉得自己系美人鱼啊！咁咪得咯。我哋要结婚。结婚？结咩嘢婚啊？结咩婚啊？点可以结婚啊？唔准结婚！你讲咩啊？佢系人嚟噶，人同动物系唔可以结婚噶。人同动物点可以结婚噶？人类噶，我根本就系人鱼。人鱼？你根本唔系人鱼，你由头到尾都呃住我。你有脚噶，根据魔术岛嘅律例，净系对应族裔先至可以结婚。对应族裔先结婚，佢真系美人鱼嚟噶。你明唔明？你点相信啊？有完美噶，有完美嘅品质噶。族长啊，族长，族长，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、好多心机，先至嚟到呢一度。佢真系信自己系人鱼嚟噶。佢信就系噶啦，系咯，我信你啊！你哋信又好，唔信又好，我信就得啦。信佢，佢已经呃咗我第一次噶啦，你仲信佢？族长啊，唔可以咁样噶，佢哋违反自然，破坏魔术岛嘅律例，咁样白仙子会嬲噶。白仙子会嬲噶。乜结婚？唔系两个中意嘅人喺埋一齐就得噶啦咩？点解有咁多规矩啊？点解啊？哎呀，唔可以结婚，想做人鱼噶，呢个律例嚟噶，唔可以错噶。我觉得冇问题。我哋要结婚啊？点解要生仔啊？够啦！我只系想同自己中意人结婚咋？唔通真系冇可能？我睇咗嗰个古仔啦。我好耐都冇睇过一啲咁诚实嘅古仔啦。多謝你。咁你中唔中意个故仔啊？其实都唔使攞电脑打印啦，每个故事都有自己嘅生命。不断延续，不断演变，尝试将一个古仔 fix 喺一张纸上边系冇可能嘅。但系个结局，佢哋未必。
雖然唔知道獅子同埋美人魚個結局會係點，但係佢哋兩個喺過程之中冇放棄過對方。我相信只要佢哋唔放棄，終有一日會有人明白佢哋嘅。终于变成真。